你想知道食客里那些既好看又美味的料理是出自哪位高手之手吗？下期我们将带你去拜访韩国第一位饮食导演金秀珍。好了，朋友们，这期的韩国印象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这就是韩国第一的出身。下周节目将带师大长今食客饮食导演金秀珍同他一起品尝八色五花肉，全南韩国明星之路精彩继续。接下来去找 SM 公司探访 SM 公司超级明星即将登场。你好，你好，准备啊？啊，你好，你好，我还是知道哪里好玩的。哇，太好了！从今天开始我就有导游了。我是슈퍼주니어队长雷特，我是尹浩。안녕，是。哎，안녕하세요，哎，제시员。下周同一时间，韩国印象星光闪耀，敬请期待。